9月30日，大 S 高调登上热搜，不仅和具俊晔拍摄了情侣杂志，还透露出复出工作后的近况。她坦言：好久没和大家见面，现在要开始正式工作了，心情有些害羞，脸有些僵。和照片里的精修状态不同，视频里的大 S 身材有些圆润，整个人沉浸在幸福里，像个小公主似的。自从和具俊晔结婚后，大 S 私下里经常带她和朋友们聚会，和周杰伦、林俊杰等喝酒聊天。很多综艺演出资源，大 S 也会帮忙介绍。如今夫妻俩合体拍摄杂志，估计是要联手搞事业了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这样的老婆绝对的旺夫，谁娶了谁有福气，不是说退出娱乐圈了吗？咋这么快就复出了呢？说白了就是夫妻俩一起出来捞金吧。也有人感叹，和汪小菲在一起时死活不出来工作，这回为了老公又拉关系又介绍人脉，也是费尽了心思。目前来看，大 S 复出效果不错，接了一支广告拍摄90万人民币，如今和老公合体拍摄，估计酬劳更高，真是夫妻搭配，干活不累啊。